球给抄掉，直接中路传到外围，陈建安的三分球进，导出来给蒋玉安，在湖底也是一记的三分球，又是陈建安连续两记，这福原可以善加利用这一球，三分球刚好落在蒋玉安的手上，这球回来还是没有看到桃斯啊，陈建安在。蒋玉安的得分真的太有天分，任何的方式他都有办法做到出手。三分线完全同意。九号抛在对方身上的抛投两米砸掉，直接要来抛中。蒋玉安飞进来了，而且换得非常的成功。提前找到的是葛继豪的三分球。现在在浦原这边摆出的是三名的后卫，直接到